在哪儿，都会被莫名其妙的塑料袋砸脸。我也想过把他们丢进垃圾桶，但是每一次丢完，他们都还在那地方等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忍不住了。那一晚我知道了，每一个塑料袋都有一个梦想。他们从出生以后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着，直到最后没有了利用价值，被丢弃也毫无怨言，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挺过这一关，就能实现他们的梦想，向蓝天飞翔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错的其实是我。再见。